我怎么不记得有这样的装饰啊？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房子要卖啊？怎么搞的？我们被下驱逐令啊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不会发生的。我们的垃圾还真不少。哼，好啊，接下来呢？妈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你看到了啊？我们要搬家了吗？真糟糕。等一下啊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我们需要这些盒子，把这个放在这边，然后还需要我的热熔枪，挤一点热熔胶在盒子上面，然后把第二个盒子粘上去，然后把它们躺下来，然后在上面粘更多盒子。现在我需要这个硬纸管，在盒子旁边挤上胶水，应该够了。把硬纸管贴在盒子上。嗯，还少了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这个可以做屋顶，大小刚刚好呢。接着要来装饰一下，小细节会让一切大不同。现在要铺屋顶，我用纸板做了这个柠檬，然后要加上这些小彩球，这样看起来会更有趣。一定要色彩缤纷才好。最后的点睛之笔，我自己的柠檬汁摊位。哦，差点忘了，最重要的是柠檬汁，东西应该齐全喽，真是太满意了，可以剪彩喽。终于开张大吉喽，就等客人来喽。哼，好热哦。嗨，可以给我一杯吗？我正好需要这个。真高兴我们今天一起出来。哇哦，我最爱柠檬汁了，快过去，我们要两杯，谢谢。快点，钱拿去吧。让开，让开。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OK， 耶。哇哦，我发达了。妈，你看，我自己创业了呢。抢劫银行可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。快过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我开了一个卖柠檬汁的摊位啦。哇，我真为你骄傲，你实在太厉害了。等等，有客人在排队呢。别担心，人人有份，今天肯定会很忙。下一位。按赞并订阅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我的脚看起来一定得超级奢华才行。炫富时间到了。哇哦，Sunny超时尚的，但我有自己的金色袜子。女孩的首饰永远不嫌多，看起来超棒的。得去上课了。哇哦！不，停下来，等等我！我坐过公车了，现在该怎么办才好？嘿，有什么事吗？看来本区的友善流浪汉该出马解决问题了，需要搭便车吗？哇哦！来吧，上车吧。这是一台纸板车吗？对啊，最新造型的。这个宝贝真的会动啊，抓紧了，很快吧？可以感觉到风吹着头发吧？感觉超棒的，谢谢。等等，我可以开吗？请便。超兴奋的，我从来没有开过车呢。等等，什么？让让，慢点啊！你看，我们到了。而且没散掉，厉害！谢谢，真的很感谢哦。拜。哦，可以去买菜了，前往垃圾堆。别别。哦，他来了。小姐早安，让我帮您开门。嗯，不，我不明白。我不想搭汽车。那滑板呢？你开玩笑吗？直排轮。看这些轮子转得多快啊，超逊的。那么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呢，除非我们可以用那个。那个还差不多。我的天哪，看起来超好玩的，真是好主意。你看我。不，等等啊，再见了，真是代步的好方法。这应该可以算是我每天的有氧运动了吧。嘿，是的，真的是我，感觉像个万人迷一样。哎，嗯，来看看可以做些什么，这真是太棒了，大家都在看着我呢，你们都是我最爱的粉丝，我爱你们啊，真是好玩，下次上学也要这样。可以进去上课了。
哇哦，你看，超有未来感的，一定是外星人留下来的。现在是我的喽，不用再开纸板车了。天哪，感觉超高贵的。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哎 ，hello。啊？连流浪汉都骑哦，我可不会再骑了。来帮你保养一下，啊，并不是因为你需要啦。你嘴巴真甜，早上压力最大了。真的，不过您尽管放松就好。好啊，应该都准备好了。您今天想要怎么去学校呢？这个好吗？认真吗？哎，才不要呢。好啊，这个好像不错。哦，有了，让我拨个电话。Hello， 我需要你帮忙。是的，马上就要。直升机，完美啊！这才是我的风格。给你加薪，拜拜。等你，等等啊！你的书包忘了。哦，你在那边把我放下来就好。我真该换个位置。啊！什么东东啊！天崩地裂了！救救我们啊！放轻松了，是我了。我喜欢华丽登场。好的，你可以走了。还好我喜欢这个被风吹过的造型。我有错过什么吗？啊，谢谢。还真难以置信，超自大的。停了吗？我们真的该重新排座位。哦，可怜的小花。亲爱的，太好了，你在这儿，我有东西给你呢。妈，有什么事吗？希望你喜欢。是主题乐园的门票。真的假的？哇哦，妈妈，你赢得的，索菲亚，超想去的。哇哦，超疯狂的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你们是在干嘛？你吓到别的顾客了。没关系，我有票哦。好哦，拜托，他玩得很开心呢。拜托帮我一个忙嘛，给你们五分钟，不过别弄吐哦。真是愉快的一天，真是适合骑马的好天气。嗨，马儿，准备好了吗？别动哦，我们开始吧。小心，慢慢来，像我们练习的一样。这真是消磨时间的好方法，可以完完全全放松。哇哦，小心点啊！服务人员都跑哪去了？你叫我吗？啊，你想休息啊？起码肯定让你肚子超饿的。我早就把点心准备好了。糟糕，希望他没看到啊。给你的，小姐。终于。该吃哪一个好呢？先喝汽水吧。你可以走开了，你吓到马儿了。没问题，小姐。啊，没什么比这更好了。应该来拍一些动态照片。没问题，小姐，你看起来超棒的。我会记得叫您上相的一边的。什么？我有哪边不上相的吗？这些姿势我练习很久了，看得出来，美极了。抱着马儿试试看。你真是无师自通。好了，够了，来贴文吧。好极了，有狗仔队，他们总是跟着我。难道我不能和一般人一样上个太空吗？哎，超烦的。还好老爸买了这个新的火箭给我，上一个老掉牙的，里面连水疗都没有，这应该要怎么开啊？哇哦，好酷哦，平静又祥和，好好玩一下吧。哦吼，哦，怎么停下来啊？我好像掌握到窍门了，能自己一个人独处真是不错，还可以来练习舞步。哇哦，头好像有点晕，我超爱的，一整天玩这个都行。自拍时间到，闺蜜们一定超嫉妒的，该找个外星人来做宠物才对。啊，我有个主意了，这是刷牙最好的方法，我的牙医一定超骄傲的。那只龙抬起了头，大吼了一声。啊，剩下的页面呢？妈妈，
怎么不念了？继续啊！抱歉，亲爱的，我两面都念完了。可是人家想要听睡前故事，不公平啦！肯定有什么办法的，该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先在我的手指上画一些爱心，然后加上鼻子和又大又美的微笑，把爱心填满，就变成了眼睛。现在在其他手指上画上不同的脸，谁需要故事书呢？自己编故事就可以了。我应该准备好了，开讲了。Sophia， 啊，妈妈 ，Hello， 我是英俊的王子。哇哦，好像到了剧场一样哎！我最爱美好的爱情故事了。啊，我好困啊。最后，他们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。全剧终。他睡着了吗？有用呢！我的第一场舞台剧还真成功。让他好好睡吧。哦，千万别起来啊！那个是什么？快到门口了，好啊，拜托。该睡觉了，让我帮您就寝吧。准备好听睡前故事了吗？罗密欧，哦，罗密欧，你为什么是罗密欧？有事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哇哦，这真是棒哎！要是我的先生也那么浪漫就好了，超级无聊的。动作呢？下台啦！那是什么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他比较喜欢动作片。哦，好啊，遵命。哇哦，真是难搞，赶快演一演啦！看你招。记下，你觉得如何 ，Annie？ 是我看过最烂的东西。下台啦！真的假的？我可是受过传统训练的。那歌舞剧呢？加油一点啦！好吧，来啦！恰恰啦啦啦啦啦！啊，搞得我超想睡的，无聊至极。嘿，成功了！嗨，我们可以收工了。你们的烂剧终于让他睡着了。那么，谢谢啊。我得和我的经纪人好好聊聊了。今天那么麻烦，给你们额外的打赏吧，你们应得的。收钱吧。真高兴与您合作，再会。我睡不着了，怎么都不舒服。月亮超亮的。啊，我超累的。真的很烦哎。肯定有什么办法的。看来要找人帮忙，需要一个书呆子。Hello, Sunny。 真的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 OK, 终于换我发光发亮了。幸好我有一个程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其他书呆子总是笑我，现在看他们还笑不笑。我得移动这个卫星，政府部门肯定会超生气，但毕竟是我的 Sunny, 他们会理解的。现在月亮被遮住了，这样好多了，终于可以睡觉了。啊，终于可以做个好梦了。这个太简单了，下次难一点了，可以到梦中更孙女了。我们真是天生一对。学校好无聊啊，来网上购物吧。哇哦，好可爱啊。孙女肯定在讲我，我的确很可爱啊。还好在垃圾堆里找到了这块厚纸板，不然我连笔记本也没有。Annie，每次你经过，我的心就跳得超快的，就把它当做我爱的信物吧。哦，哇哦，是金色的 Puppy 哎，超酷的。等等，还有这个，好大哦，我好喜欢哦。哇，他真幸运，从来没有男生送我礼物。你光有那个就满足了？拜托，那是基本款了。给你看看什么叫 Puppy。准备好被惊艳了吗？瞧，你觉得如何？那是钻石吗？ Oh my God, 实在太令人惊艳了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我只要最好的，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哦。真是难以置信。我有个主意了，我是要旧的口香糖。还有味道呢，好吃。现在吹一个泡泡，不能弄破哦。
目前还算顺利，把它粘在厚纸板上，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个。其实这也蛮好玩的，应该可以了。我自己的 puppet 很赞吧？哇哦，小娃娃，你头发真美耶，你真漂亮。等等，最新的娃娃技术向您问好。这个超级互动 AI 娃娃会让您好像多了一个朋友一样。你过时了，小娃娃。爸爸，我要那个，拜托。谢谢爸爸，这一定很赞的，超兴奋的，等不及打开看了。哇哦，比我想象的还好呢。激活启动模式。您好，我是机器娃娃3000。哇哦，好酷哦！来，我们赶快来玩吧。看她美丽的头发，我的头发是由合成聚合物制成的。哦，不妙，还好你是机器人，没有感情。啊哈，来啊，来追我啊！你动作最好快一点哦。第一启动追逐和捕捉程式，无法移动，重新计算路线。救命啊！快好了，哇哦，你看起来真棒。你说了算，你喜欢吗？这套衣服真可爱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这个会需要，肯定可以穿这个，显得好。哦，我们开始吧。没错，跟着我就对了。往下拍，不错嘛，机器娃娃，机器人的经典动作，好多人按赞呢。感觉好运当头吗？我一出生就很幸运。哇哦，好紧张啊！慢慢来，别害怕。哼，啊，好险！看我的，很简单哎，换你了。压力越来越大了，这边很热哎。啊，我可以的，动作啊，快，来吧。哦，哼。祝你下次好运了，乳蛇。那是意外了，你知道规则的。不，就这个不行，交出来吧。可是我只剩下这个了，是时候改朝换代了。我说了算，不准再有功课。然后嘞，还以为会很好玩。哦，我知道了。Hello， 麻烦你来我办公室。是的，马上过来。有事吗？是关于那个考试，我拿了 F， 给我改，否则炒你鱿鱼。当然，那肯定是个错误，拿 A 才对。当校长的确有那么点好处，一点也不难适应嘛。嘿，索菲亚，那边有东西很臭，别看我，我昨天才去洗衣机洗澡哎。一定是索菲亚，你有事吗？别那么凶了。哦，美丽的花，谢谢。对不起，超恶的，停啦。Sophia， 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妈妈，你假装没看见就好。真尴尬哎。孩子们真好玩，还好我有自己的袜子布偶。我们在玩什么？看看我带了什么来。是糖果，给我，给我。按赞并订阅，看更多精彩影片。来开趴吧，女孩们，自拍一下。嘿，开门呐！你们有听到什么吗？会是谁呢？嗨，这边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们这群小鬼头，跟你们吵闹不休的音乐。我要睡觉了。什么？谁叫的阿嬷？阿嬷，你们竟敢这样叫我，让我给你们瞧瞧。一个阿嬷能这样吗？真是太匆忙了，感觉真好。好，还真没想到会这样，早知道该关小声一点的。你有看到吗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你看这个都不能用了。那阿嬷还真生气，有人会口技吗？看样子这个派对是结束了，走吧女孩们。可是真是倒霉啊，至少我还有这些零食和饮料，这都是我的了。这给了我一个好主意。
我需要一个长形的纸筒，这个大小刚刚好。接着把手机拿过来，在手机下面画一条线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裁出一条缝，接着当然要来上色。这个紫色真是漂亮，把纸筒全部涂满。干了以后，我还需要两个纸杯，在上面剪出一个洞，把它们放在纸筒的两端，像这样。做好了，这是我自制的喇叭哦，来试试看吧。把手机放入中间的插槽中，然后开始播放音乐，可以来跳舞了。这还差不多，你的派对很棒哦 ，Grace。应该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嘿 ，Mindy， 你终于来了。你住在这里啊？算了，嗨，快请坐，当自己家一样哦。希望你喜欢洋芋片，我超爱的。好啊，谢谢。还真的挺饿的。啊，拿不到呢。刚刚做完美甲，够不到哎，讨厌！我想吃洋芋片了，真的超烦的。好啊，再试一次。天哪，我的指甲，我美丽的指甲，都是你的错啦！哇哦，慢着点，放轻松啦，我应该可以解决的。我只需要这两个杯垫就好，其实就是两张厚纸板啦。大家看哦，把它们放在桌子上，我需要用热熔枪在纸板的边缘挤上胶水。只要一边就好，然后把它粘在另外一块纸板上，轻轻压一下，确保要粘紧粘好。再拿出一块，中间剪出一个圆圈，这片也一样，把它贴在这。接着在正方形的纸板上贴两个圆形，放在中间的位置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然后用厚纸板把圈圈围起来，用这个小部件把它固定好，看起来蛮稳的。在旁边戳两个洞，拿一根木签穿过它，好极了。把这个部件放进盒子里，我在盒子的一边留了一个洞来装这个部件，要确保它会转动哦。现在来做最后的部分咯，把一块圆纸板放在上面，多做两个一样的盒子，我还没有做完哦。再拿一块纸板来，在旁边挤上胶水，这会是我的底座，一直扶着直到胶水变干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然后将一条长形的纸板放在下面，接着把三个盒子放进去，把它们在上面排整齐，看起来很赞哦。我们的洋芋片分配器做好了，哇哦，看起来超棒的，我要来吃这个。还是不行啊，你是开玩笑吗？唉，让我示范给你看吧。只要转动这里，洋芋片就会掉进杯子里了。哇哦，好酷哦，而且还没有弄断指甲哦。我的最爱，弄得我都饿了，该犒赏一下这个零食了。好好吃哦，其实真的不错呢，盒子啊是超级赞啦。这幅画真好看，我还该画什么呢？来玩玩就好了。Rai Rai， 看你招啊！我真爱恐龙，他们真的超酷的。如果可以当做宠物就好了。算了，我刚刚讲到哪？哦，对好。哦，看看 Grace， 她的想象力真是丰富。要是我能帮她一把就好了。让我想想啊。哦，她一定会超爱这个的。可是，好贵哦，我根本买不起。我该怎么办呢？等一下，或许我可以自己做啊。我只需要厚纸板就可以了。还好厚纸板我倒是挺多的。先从这个大盒子开始吧。先把剪刀拿过来，在盖子的上方斜斜剪一刀，一直剪到边角的地方。然后在另一侧做同样的动作。接着把我最爱的热熔枪拿出来，在旁边挤上热熔胶。不过别弄得到处都是哦。现在把两块盖子粘在一起，在这边挖一个洞。再用另外一个纸盒做出恐龙的头，这个放在上面，我还上了色哦。恐龙用绿色最合适了，用喷漆喷可以加快速度。还没做完呢，在头顶的地方用热熔枪挤一道胶水，然后把这个刺刺的部件粘上去，看起来不错哦。现在盒子的后面也一样，从最上面一直挤到最下面，这个是用来粘尾巴的。现在要加上最后的修饰，来试试看吧，亲爱的。我的天哪，是一只恐龙哎！Rai Rai！ 天哪，离我远一点，我会抓到你的，好可怕啊！超需要去 SPA 放松一下的，但是又能怎么样呢？看看这些珠宝，我还记得我以前的首饰可是钻石和金链子呢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呢。这些还是很漂亮啊，你看起来还是那么华丽啊。你嘴巴真甜，亲爱的，我得走了，拜拜 ，Grace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，妈妈。我的机会来了，终于可以偷戴妈妈的首饰了。哇哦，看看这些首饰，我肯定会按模特儿一样美。妈妈还有什么呢？看看这些耳环，还有这些戒指。哇哦，终于回家了，感觉好像大人一样。妈妈回家了，糟了，
这下子完了。Hi Grace， 我回来了，真想好好休息一下。我该怎么办？你这里一团乱的，这下我麻烦大了。快点啊！还是不行了，来个慢镜头吧。完美！哇哦！嘿，真的很酷哎！没想到真的行得通。妈妈，哟吼！他没发现我在这。等等，我可以用这块纸板，正好需要这个。把我的手放上去，然后沿着我的手画，把手的外框描出来，成品一定超赞的，妈妈一定会很惊艳的。好了，第一部分做好了，现在要剪下来，然后在上面挤上胶水，挤在手掌上，记得要挤多一点，应该够了。然后把另外一个纸板手贴上去，接着就可以上色了。这个橘色好鲜艳啊，我真喜欢。留在这边等干，用圆形的纸板做一个底座，这就是我们的成品了。放在这边吧。哦，把妈妈给忘了，可不能让她停顿一整天嘛。我还有事情没完成，先走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糟糕，我都忘了，跑来跑去，跑得都肚子饿了。我需要吃个零食，而我完全知道该怎么办。相信妈妈不会介意的，给我吧，反正打算减肥嘛，妈妈。累坏了，让一切恢复正常吧。嗨，妈妈，这边是怎么回事啊？看看我的项链，你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别慌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那是什么？是给我放首饰的吗？真是个好主意耶。戒指可以放这里，好极了。这样所有的东西都又整齐又有条理，真不敢相信是你做的，你真是有才华哎！对啊，我是说，这真的超级方便的，对吧？一定要好好奖赏一下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真是奇怪。谢谢妈妈。我超爱巧克力的，真好吃，给你吧。谢谢你，亲爱的，来抱一下吧。按赞并订阅，以收看更多精彩的影片。今晚来我家开趴，一定超好玩的。嗨，女孩们，走开啦，卤蛇！他们一定是没有看到我。我的眼镜呢 ？Hello， 可以帮帮忙吗？什么光啊？这是你的吗？等一下啊。你可以把它拿走吗？真不敢相信我碰了塑胶袋，要消毒一下才行。好多了，哇哦，你们好啊，艾莉，可以合照吗？笑一个。哦，你们真棒哎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直升机？那谁啊？谢了，直升机，华丽登场嘛。超级有钱真麻烦，这堂课很无聊哎。哎，大家专心点，今天有数学考试，我只会数钱，其他什么都不数，随便啦，我很忙哎。希望会过关，温习了一整晚呢。不许讲话，考卷来喽，来喽。这个自然有人帮我做。哦，这题不错啊，真是漂亮啊，优等，谢了，谢谢你送的新车，我先走了，有点难，不过我写完了，完成，花的钱还真是值得。嘿，那个老师，你可以收了，谢谢。这真是浪费时间。好的，大家的考卷改好了，做得好 ，Essie。哇哦，优等哎！耶，谢谢。C， 怎么会啊？嘿，我不是付钱给你吗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哎。你讨厌哎。Hello， 老爸妈，我要新的书呆。这个要放储物柜才行，这个美把锁。哈，密室，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啊？
那就进去看看吧。哇哦，好大哦！哦，看起来很舒服哎，终于有地方可以看书和温习了。哇哦，以前不知道呢，真的要常常来这里才行。哇哦，嗨，艾莉。哦，为什么啊？怎么可能会和 Justin 说话嘛？啊，什么都看不懂，需要独处一下。还好我有个秘密基地，要金卡才能进去哦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我的快乐基地。来找乐子吧。哦，这看起来很有趣。好逼真呢。哎，真是辛苦，我得休息一下才行。这可是最新的保安措施，小心为上嘛。哦，你终于来啦。请坐。最讨厌服务生和我说话了。我只要最好的。好的，先来敷个面膜吧。这是目前可买到最好的一款，用黄金做的。你的皮肤看起来会像100万一样。说来好笑，这支就刚好是100万。好了，真爱我的工作。你还站在那边干嘛？唉，真是享受啊。不知道要吃什么哎，选择超多的。可是 Daddy， 人家要独角兽。嘿，这边，马上帮你点，最好快点。来了，请慢用哦。为什么坐在他旁边啊？哦，不，不会吧，服务生。谢谢。怎么都那么寒酸呢？啊，这个挺不错的。你的餐点来了，小姐。我的品味非凡嘛，真美味，不是人人都吃得起呢。什么？嘿，你给我过来，小姐，你的钱。真好吃。什么？真不敢相信。黄金，好吃。啊，他们两个都很荒谬哎，我超饿的，需要吃点东西才行。但吃什么好呢？好像也没什么选择。我知道了，这颜色很适合我呢，来寻宝吧。美味又多汁，看来今天吃素食哦。小心，慢慢来，夹菜喽。我最爱蜘蛛了。什么？哦，对，忘了这两位小姐了，我需要找份新工作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睡得真好，来准备一下吧。没水，那要怎么洗啊？至少可以刷个牙。谁需要牙刷啊？气味清新。好吧，也只好这样了。该穿什么呢？不错啊，蛮可爱的。那就这样吧。不不，那艘船太小了。早安，您好。哦，是的。看来我只好发挥创意了。哇哦，不错嘛。嘿，起床了。哟吼！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无法抗拒这个。黄金，真是个美梦哎！一如往常，做得好，
这是我分内的事哦，拜。早上了吗？我化妆的手机呢？ Hello， 我需要你帮忙，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？我需要看起来美美的，你来帮我化妆，要收费哦。钱在哪儿啊？好哦，拿去。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啦，什么都要我亲自出马吗？很无聊哎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Hey， 可以打起精神嘛。今天的第一位毕业生是 Cheryl。哎，崇拜我的粉丝们。你今天能毕业是因为你爸爸捐了一个游泳池给我们，恭喜啊。你干嘛碰我啊？咦，讨厌，我要走了。帮 Cheryl 鼓掌吧啊。下一位 Ellie。记者要摄影师叫我上相的那边。你的毕业证书。耶、yeah, 我做到了。的确是。自拍时间了。啊、oh, 不错呢。好了，请下台吧。最后是我们的 Essie。我真的很高兴。这是你的指证书，就这样吗？我答应过自己不会哭的，过来抱一下吧。好啊，冷静点 ，Kevin， 你应得的 ，Essie。哇，奖学金哎！哇呼，耶 ，Essie 加油！今天真是最棒的一天了。把鞋带穿过去就可以了。谢谢妈咪。好啊，你试试看吧。站起来，来吧，亲爱的。咦！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个比我的溜冰鞋好多了。嗯，不公平了。宝贝，准备好上床了吗？帮你盖个被子。好啊，可以睡了。让我把玩具拿开。谢谢妈咪。那是什么啊？那边有东西吗？哦不，不会吧，那是怪兽啊！别走啊！你在干嘛？没事的，关了灯也不用害怕啊。等一下哦，让我把东西先收一下。嗯，这胶带可能有用哦。我想我有办法了，来动手吧。拿一卷胶带，摊平摆在桌子上，剪下两段胶带贴在胶带卷上面，像这样。好了，然后在上面着色，把它填满。每一段都可以用不同的颜色，我们想要做出彩虹的效果。把手机放这一边，然后把手电筒打开。哇哦，是个小夜灯呢，这样怪兽就不会抓我了。晚安，妈咪。啊，我也累了呢，得睡我的美容觉了。唉，真舒服啊。等等，那是什么声音啊？不，我也要一个小夜灯才行，现在可以做个好梦了。一定会很好玩的，我最爱游泳池了。妈咪，我要开始游了。哦，当然了，亲爱的，让我把你的游泳手袖拿出来。哦，跑哪儿去了？明明有放进来啊。Olivia， 去那边站着。为什么？嗯，用桨可以吗？嗯，不行，厚纸板会浮吗？这不是个好主意。妈咪。那个不行，让我想想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别动。
这里有个游泳圈。嘿，太太，那是我的啦，去拿你自己的啦。继续想办法，这边有根福利棒呢。等等，这个我可以用哦。切下一段福利棒，然后用小刀把它切成小块，整段都要切，换个颜色重复同样的动作。接着我们要束线带，把束线带穿过两个海绵块，然后绑起来，然后用束线带把所有的小块都连接在一起，把多余的塑胶剪掉。现在你可以去游泳了，感觉好时尚哦。妈咪，你看我跑得来了，你看会浮起来呢，太赞了，很棒哦，亲爱的，这样我就可以放松了。嘿，那个好酷啊，我也想要。妈咪，快点！来了来了，这是公园里最棒的地方了。嗯，好无聊哦。妈咪，我要去玩了。别走太远，要在我视线范围内，知道吗？去吧。哇哦！咦呀！Olivia 真乖，这本书真精彩哎。哈 ，Olivia， 他跑哪儿去了 ？Olivia， 快回来这边！哦不，糟糕了，他不会走太远的。没事的，先别慌。Olivia， 亲爱的，你在哪儿啊？到处都找遍了。啊，那是他的帽子。Olivia， 马上给我出来，别再闹了。嘿，哦，抱歉，帽子还我了，我以为你是我女儿。Olivia， 你在这儿啊？我到处在找你呢，担心死我了，别再乱跑了，知道吗？气球，快来买气球，只要2块钱哦。啊，那个会有用的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气球追着我跑呢。哦，它真可爱，这样我就看得到它了。嗯，两个气球。哦，嗨，哦嘿，大家一样聪明哦。Hello， 等一下哦，妈咪要开会 ，Olivia， 你别吵我。懂了。哦，好好玩呢，哇哦！搞什么？对哈，抱歉，我们可以继续吗？我们刚刚在讨论下个月的预计销售额，预测看起来很不错哦。我，那是鞋子在飞吗？妈咪妈咪，那个好笑的男人是谁啊 ？Olivia， 都跟你说了什么？实在很麻烦呢。哦，我想我有办法了，把一段胶带贴在呼啦圈上，然后另外一段打直贴。继续在呼啦圈上贴胶带，直到它变成这样。Olivia， 我有东西要给你哦，你看，很好玩哦。这样它应该可以安静一阵子了，可以再试一次了。嗯，我刚刚说到哪？我成功了，这个游戏真好玩。嘿嘿，妈咪，哦，好吃。什么？你的衣服是怎么了？你全身脏兮兮的。能怎么办呢？住手！我们得帮你清干净才行。可是妈咪，人家很饿了。不知道怎么弄成这样的。啊哈，这件应该行。那些等一下再洗，至少有一件干净的上衣。我帮你拿了干净的衣服来喽。好了，不过很快就会变脏了。怎么会搞成这样啊？还是别回答了。穿这件吧。嗯，一定要吗？妈，你把我的头发搞乱了啦！妈咪，快点啦！谢谢。好多了。现在你可以吃东西了。终于。嗯，我最爱。看看这巧克力宝贝。不，不要啊！我看不下去了。没事的，深呼吸。等等。这个纸袋给了我一个点子。嗯，好花俏啊。嗯，
真好吃。弄到手上了，好多了。这东西吃一整天都行。还好，现在不用清理你的衣服了。好啊，妈妈，我吃完了。来脱掉这个吧，只要把袋子撕开，手举起来，就变得干干净净了。现在你可以去玩了。拜拜，妈妈。再见了，小甜心。没什么比得上一杯新鲜柠檬汁啊。早安，妈咪。这杯柠檬汁给你。我不要了，恶心死了。对身体有益的。我比较想要吃巧克力。巧克力怎么可以做早餐？可是你阻止不了我的。那个给我。才不要，是我的。每天早上都上演这出戏。等等，或许我可以用这个 pop it。可能有用哦，应该可以呢。把果汁倒进 pop it 里面，全部填满填好。把 pop it 放进冰箱冰，直到果汁变成冰块，然后把 pop it 拿下来。哇哦，看起来真棒哎！ Olivia 一定会喜欢的，我都想吃了。Olivia， 干嘛？看看我做了什么。那是什么啊？试试看呢。你说了算。这好好吃。好紧张啊。继续啊。拜托。好好吃哦。好像冰块一样。谢谢妈咪。这下要进垃圾桶了。妈咪，这沙子真好玩啊，亲爱的，真不错呢。我要把它给摇起来，好吃。不，别吃下去啊，放下勺子，宝贝，这不是食物哦。不过，妈咪有个点子，我怎么没早一点想到呢？把饼干放进搅拌机里，现在把它们给搅碎碎，一定要变成粉状的才行哦。应该行了。把饼干粉给放到托盘上。甜心，看看我这儿有什么。哦，更多沙子耶。这个沙子是可以吃的哟。谢谢妈咪。怎么样啊？画的可真漂亮呢。画的真可爱。妈咪，看上面有花儿，还有太阳，还有天空。它可真有才啊，我的小小毕卡索。真幸运能有这么可爱的女儿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房间一团乱呢，真好吃，我喜欢画画。亲爱的，我们已经说过了哦，把蜡笔交给妈咪，得好好谈一下，这对你的牙齿还有你的胃都是不好的哟。瞧你这个样子，我本身就是一幅画。我需要放假了，或者我来试试看别的吧。拿一碗巧克力豆，把它们都给融掉，用针筒吸起来，再来一点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把巧克力给注射进吸管中，一旦做好之后就放进冰箱里面。等到凝固后，把吸管给拿掉。要发挥创意了，用削笔器把一头给削尖。削笔器要确定是干净的哟。把蜡笔纸包住巧克力，安全可食用的蜡笔，其他的颜色也都要这么做才行。嗨，亲爱的，妈咪给你一套新蜡笔。哇，这闻起来像巧克力耶，因为这就是巧克力，好多了。哇，又得清干净一次了。该来好好喝杯牛奶了。妈咪，牛奶是从乳牛那里来的。我知道啊，宝宝。妈咪看，我画好了。哦，她叫 Daisy， 她是我的闺蜜。这真不错呀，得把它给挂起来，别忘了喝你的牛奶哦。牛奶？我才不要喝呢。哎，每次都这样。这些笔给了我个点子，这应该会有用。拿着乳胶手套，在手指上扎几个洞，然后用黑笔画上图形，真有趣啊！给你，这像只乳牛，我就倒点牛奶进手套里，倒好倒满，那样应该就行了吧？
给你哦。给我的，我要给乳牛挤奶了。妈咪，牛奶跑出来了啦，挤进杯子里，这可真让人口渴啊。嗯，真好喝。不敢相信，这样竟然行得通。让我调整一下你的蝴蝶结，好多了呢，都没有贴歪歪的哟，干得好。生日快乐，给你带来礼物了，好兴奋啊，耶！我有点心哦，看，自己拿，别客气哦。哦，给我啦。Daddy， 谢谢你啦。好，女孩们，尽量别弄乱哦。谢谢你的邀请，这个巧克力真好吃。这肯定会很糟的，肯定得要做点什么来的，我也想玩得开心啦，没人顾到老爹的心情。我不喜欢那样子。想玩个游戏吗？耶！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我进了，太棒了。是谁？我扔的。有一个老爹的伟大计划，可真是真心佩服自己呀。烦死了，不喜欢生病了。起码我有这些小熊软糖。嗯，我的小宝贝怎么样啦？这很糟哎。小甜心，你得吃药，这会让你觉得舒服点的。嘴巴张大大哟。不，我才不吃，好恶。那来试试看药片如何呢？这会比较好吞咽。吃吧。不，我才不要吃嘞。好吧，我尽力了。等等，喜欢小熊软糖。我觉得我知道该怎么让他吃药了。把小熊软糖切一刀，然后把药片给塞进去，推进去，藏起来，然后放回碗里。我给你准备了点心哦。哇，谢谢妈妈，比药好吃多了，真好吃。亲爱的，你刚刚全都吃了哟。这边稍微剪一下啊，看起来很棒哦。我好无聊哦。你不是认真的吧？这堂课最好玩了。嘿，毛利，你耳朵后面有东西。有什么？哇哦，那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魔术师吗？或许就……哇哦，太酷了！哇哦，这给了我一个点子，我需要很多厚纸板和一些弹簧。现在我可以来做一个盒子了，慢慢成型了。对，应该可以了。Mindy， 你看看这个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哇哦，是你做的吗？你还没有看到最厉害的部分呢，看，还会吃硬币哦，还不错，对吧？再吃一个吧。正希望你会这么说。我需要专心点，我可不想犯任何错误。嗯，那笔是超粘的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是我的猫咪啊！我知道，它超棒的，会嫉妒是应该的。我也想要，你看看它。猫咪，可以借我拿一下吗？当然，我开玩笑的。骗到你了，你很坏哎。我才不可能让你碰到我的小猫呢！哼，他人真坏，让我给他点颜色瞧瞧。首先把这张卡片剪成两半，现在我需要胶水，在边缘的地方挤上胶水。我这边有一段带锯齿边缘的卡片，把它放在胶水上，把锯齿边将折下来做成一个盒子，将纸卷在木竹签上，把这个放进盒子里。我还在这卡片上跟了一个槽，这位是箱子的顶部。从槽中把纸拉出来，然后在上面画画，就是这样。毛里，快来看看这个。这是一部 Hello Kitty 卡通哦，挺酷的，对吧？什么？你从哪里来的啊？要是我也有就好了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我可以拿东西和你交换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完全值得，又柔软又可爱。哇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呢，这真是有史以来最赞的玩具，玩一整天都没问题。闹钟已经设定好了，该睡觉了。我好像忘记了什么啊。但是是什么呢？等一下，我忘记要考试了。哦不，真是糟糕，我得要温习一下才行。希望现在还不算太迟。好，我可以的，
只是一个雪奇胶的东西，会有多难呢？啊，好累哦，但我必须继续温习，很用功嘛。我拿了一些零食给你啊。哦，你最棒了，我知道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嘘，我需要温习了。你的灯在闪呢。嗯，肯定有什么问题。现在完全坏了，糟糕了。希望你不怕黑。等等，我有一个办法了。耶、yeah, ，来动手吧。在纸杯上画出心形，然后把心形剪出来，在杯子的边缘放一张卡片，然后拿一根木棍穿过杯子。现在我需要很多纸板圆片，把它们堆叠起来，并在纸板和杯子上钻洞。现在把灯串塞进杯子里，把木棒插入纸板圆片中，一盏可爱的台灯完成了。哦、oh, ，Mindy， 这个你温习的时候可以用。哦，哇哦，我正需要呢，太完美了。祝你好运，小甜心，你可以的。没错，我可以的。这本书真的很有趣，不过阅读还真辛苦，而且越读越饿呢。我需要一些食物，还好我有备而来。我要吃点糖果。嗯，真好吃，我现在超快乐的，没有什么能破坏这个氛围的。你觉得你在干嘛？把糖果扔进垃圾桶，很不公平啊，人家正在享受呢。你明明知道规则的，我对你很失望啊 Mindy， 继续念你的书吧。我比他狡猾多了，我还藏了很多糖果呢。不行不行啦，或许可以，一定有方法可以吃糖的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从一张卡片上剪下一朵云，然后在上面粘上眼睛和嘴巴，把边缘的部分涂上胶水，并将泡棉粘在上面。当然还需要一条拉链，它变成了一本可爱的笔记本，但当中可藏着美味的秘密哦。嗯，像是甜甜的彩虹一样，这还差不多，老师永远不会知道的。棉蝶，你在做什么？没有什么。嗯，好吧，别破坏我的洋芋片时间。是这里很热，还是只是我很辣？嘿，你看，哇哦，这样就够了，用不到了。哎，他朝这边过来了。啊？什么？一分钱不值得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不会吧？这是钱吗？我发财了！哎呀，我们快走吧。哎呀，我最好把这个东西保管好。接下来该刷牙喽，今天会是个好日子。嗯嗯嗯，该让这个普通的包变亮眼了。只需要几样昂贵的装饰品，没什么是粘胶无法处理的。颜色很可爱吧，而且还是皮的。现在轮到把手了，不错，这些应该完全吻合，直接戳进去，噔噔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为我量身定做的。啊，快乐星期一。啊？哇哦，你看那个包包，而我的，Pacey， 那是纸袋嘛？难怪它会崩溃碎裂。对不起，不该被你看到的。我最好去坐下。早安。该数我的钱了，800应该够了。嗯。我的好心情就此终结。我现在该用什么装东西呢？好个包包啊！太坏心了。你有听到吗？那位钱包在批评我们。钱包，别听他的，他只是嫉妒。爱你啊。嗯啊，等等，你看这个，该扭转我的运气了。抱歉，大象先生，我在帮你升级，继续沿着缝线剪裁，然后取出内里，用拉链把它缝回去，头部后方再插线进去，然后打成一个结。背带，你好，没那么好笑了吧？
哇哦，只不过是我的新包包，它帮我保管所有东西。哇，谢谢大象先生。如果你想要专属于自己的，可惜这个独一无二的，而且是我的。哦啊，哼，我可以买它吗？不行。哎呀，哼，仔细想想啊。好吧，讲好就说定了。太棒了，这还用你说？你可以在这里窝着，完美吻合。很高兴和你做生意。好啊，崭新的一天。现在我需要什么书啊？哈，他连储物柜都闪闪发光，用百钞，很金贵。真的吗？没带金表，我没办法出门。永远都是赚钱的时间。哦，额外的现金。太棒了，一定很不错。但我的柜子呢？没有贵金属，只有可疑的污渍。这个东西有多旧啊？这位先生你好啊，今天也带给我好运吧。啊？你到底为什么会在这？对，还有蜘蛛网，讨厌。可是为什么啊？哦，东西在这。哦，一只袜子。本来是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奇怪，我讨厌便宜货，让我压力爆表了。等等，这东西是我的吗？嘿，那是某种啮齿动物嘛。哎呀，反正呢，哇，真棒。那是什么？我就知道这里有卫生纸的，耶！哇，好啊！嘿，人人都得上厕所。可好棒啊！我的笔记本，我可以不用它。这样，快去上课哦。穷人真奇怪。哎，我的舌头很长哎。用这种化妆品不需要滤镜。手机收起来，我们开始吧。别忘了第一条规则。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讨厌这堂课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从我的脸开始。但这只是开始。这是我美的那一面。你看得出这是我的手机吗？哎，你的手机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Julie在破坏规定。嗯，你看，我看没问题啊。啊，你真爱打小报告 ，Miles。我赢了，真不公平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可以很聪明的。我只需要一支铅笔和热熔胶，在保护壳的单侧涂上一条胶。然后把铅笔放在上面，现在加入一大把，很完美。现在准备好迎接魔法喽，好戏上场。迪塔超狂的，我先放下这个。有乖吗 ，Miles？ 哦，对啊，努力做好啊。该检查 IG 了，我是天才对吧？啊，你嫉妒吗？乖好了，已经午餐时间了嘛？干嘛这么冲啊？我非常重视午餐时间。你看这个，看起来蛮恶的，正是我渴望已久的。哈，我从把它做出来就在等着要吃一整块面包，而且我有很多调味品，今天肯定要选红的。想想我竟然会在邻居的垃圾里找到这个，是谁会把甜酸糖果冻丢了？我可不会，这个一定会很赞。哦耶，我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。哇，吃饭时间到。敬我自己。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好哎。
纯属你个人意见。我有更高阶的东西，跟我的黄金杰作打招呼吧。真是美哎！哇哦，来我这吧，还有加倍金起司哦，金起司啊！你这种东西哪买的？你介意吗？没礼貌。反正呢，我要开动了。好啊！糟糕，他们忘记把黄金融化了。你看，那是什么啊？你的牙？我得打电话给我的牙医。好啊，同学们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啊！欢迎大家来上美术课。哇哦，好酷哦！赞透了。哦耶，来换手机吧。哎，同学，你们听得到吗？同学，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？够了！啊？什么？你们这么喜欢玩手机哈？我们今天要自制手机壳。明白了吗？马上开始吧。可以哦。手机壳吗？我的上面会有这些小家伙，超萌的，一只小爪子。事实上，我有很棒的主意。首先要挤上一些粘胶，然后把爪子贴上去，小家伙们全都放得进去。而我最爱的要放这里，全部完成了。大家玩得开心吗？我觉得他们喜欢哎，蛮不错的。但我还是得要做出我的。哦，我还剩了一些金子。你从哪弄来的？看着多学学。闪亮全场吧，宝贝。暂时是一定要的。好闪亮。我要尽量塞好塞满。任务完成。这个多棒啊。好亮啊。都完成了嘛。我喜欢眼前所见，非常有创意 ，Miles。Julie，蛮闪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朝那边啦。真希望我买得起太阳眼镜。哦，我看起来真棒。能喝一杯热乎乎的饮料，真是棒。怎么照都不对？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好啊。糟糕，我的咖啡，我该怎么办？有了！我的天哪，你有事吗？哦，用这个了？你疯了吗？什么？就一点零钱罢了。我吹快一点，应该没问题的。超好笑的。哦，有派对呢，该穿什么衣服呢？太好了。啊？哦不，这样不行了。天哪，我是变成大脚怪了吗？我得处理一下才行。烦呢。Hello， 我需要你帮忙。好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开始了吗？戴上这个，不是名牌的，不过算了，可能会有一点点刺痛啊。快好了，完成了。哇哦，完全感觉到呢。给你的，你赢得的。好啊，谢谢啊。这东西比我想象中强很多呢。我先走了。还有事吗？我的头发，我变秃头了。超期待这派对的。可是我这样怎么去了？杂草丛生的，得刮掉才行。这里面应该有东西可以用。啊，我最信任的刮胡刀。真是今非昔比哎。还有什么？啊，新的刀片。可是没有把手。这个可能有用。这样应该行得通。把叉子插进刀片旁边。我的腿马上就会光溜溜了。来吧。小心点。
哦，差一点呢。一只手好了。哦，终于刮完了。不过好像不如预期顺利耶。超多 OK 蹦的。看来我只能留在家了。又是这样。去哪儿啦？你来啦，给你的。干嘛给我这个啊？我才不要嘞，我自己有带了。好啊，记得照上上的那边哦。这个灯光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来举重吧。哦，肌肉好酸啊。看起来不错哦，够了，来训练核心吧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真辛苦哎！啊，很可爱哦。好了，可以停了啦，有点太多了。啊，运动真辛苦哎。嗯，你的手机？你认真的吗？我超丑的，你在想什么啊？这房间好乱哦，开始动手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啊，这些哪来的啊？我真是太懒了。不过我有个好办法了，如果我把牛仔裤放在这扇门上，然后把门关起来，接着把扫把的把手穿过裤儿，就可以做引体向上了。痛苦是短暂的。哇，感觉真好。看看我的肌肉，突然超想健身的。先把椅子像这样摆好，这个动作比较难哦。哇哦，也许可以用这块抹布。腿部运动当然不能少，明天就会知道痛了。而且地板也擦好了，这样的健身才像话嘛。真高兴你来了，我马上回来哦。真不敢相信这是他家，也太棒了吧。啊，有人吗？ Hello。 应该没东西吧。好啊，有一点怪。只是你的幻想啦，世界上没有鬼也没有怪物啊。啊，有东西，刚刚碰了我一下。完蛋了，机器人们要造反了。你休想，给我回来。什么声音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认为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哦，嘿 Miki， 你为什么在和我的吸尘器搏斗啊？你的吸尘器？对啊，现在我得清理房间了。这套衣服真可爱。哦不，别啊，好极了，这是我最爱的牛仔裤哎。看来我得换衣服了。该有东西可以穿吧。我好像该洗衣服了。啊，等一下，现在要加点创意。哇哦，看起来好赞呢，而且不用洗衣服了。出发吧！不会吧，很不公平哎！每个亮片都是手工缝制的，是今年巴黎最新的款式。不要不要，我不喜欢。那这一件呢？别让我看到它。还有什么啊？快给我找件衣服穿了。马上回来。你去哪儿啊？好啊，看看这个吧，非常昂贵的。啊，是挺贵的。终于，哇，我就是要这个，超完美的。让我去试穿看看，你慢慢来哦。我又成功了，真是天才，好兴奋哦。我该把钱花在哪儿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知道，美呆了。什么？钱真的买不到品味。谢谢啊。
怎么那么久啊？这汉堡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超饿的。嗯，小姐，请慢用啊。又是这个，我真是受够黄金汉堡的了。至少你的不是泡面。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要是我可以吃泡面就好了。Hey Essie，想交换吗？当然，这一定超好吃的，闻起来就好香哦。嗯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汉堡了。啊，我的牙齿，这是什么？精炼，这应该在汉堡里吗？会增添风味吗？不管了，好多汁哦。又有什么啊？钻石戒指，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哎，好漂亮哦，超适合我的。里面有东西好硬哦，塑胶红萝卜。哦，哇哦！不管了啦，这泡面超好吃的。嗯，我们应该常常交换才对。但亲爱的，毕加索是挂在夏天的家，不是冬天的家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有电话。哎呦，就这么一点钱，不用捡了。什么声音啊？那是钱吗？一定是有人掉了。嘿，小姐，有东西碰到我，不要抢劫我们。什么啊？不是吧，你掉了这个。啊，你真是个宝贝。我们要收留他吗？可以吗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给你。我不是要这个。那你有什么？哦，没错，别害怕，来帮你弄干净吧，你闻起来真臭哎。好哦，谢谢。简直美呆了，玛丽最新时尚。亲爱的 ，Hello， 最近还好吗？我们收养了一个游民，我们需要帮他改造一下。他跑哪儿去了？我可以要这个，谁会把这个丢掉啊？我喜欢。过来这边，你这样很丢脸呢。这位就是我说的游民，我的意思是女孩，你可以帮他弄一下吗？话说。我虽然很有创意天赋，但这还真不简单。嘿，怎么弄呢？还好，我最喜欢接受挑战了。这条裙子和她的肤色很搭。哇哦，好干净哦！还有呢，试试这个。你没丢准。反正我也不喜欢。这件比较优雅。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不管了，我超爱的，感觉像公主一样。她看起来很富贵，谢谢哦。来，这个拿去，还有这个，不好意思麻烦你了。是我的荣幸。拜拜，时尚阿姨。这些衣服真可怕哎，赶快丢垃圾桶吧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看看这房间，比我的垃圾堆好多了哎！这个是真金做的吗？还真没看过这种东西呢。这房子超大的。哦，看看那个，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吧？哦，哇哦，有一只小老鼠，我的宠物哎！它让我想起了垃圾堆里的老鼠。给你吧，小家伙。嘿，别那么贪心嘛。好痒哦。真是快乐的时光。你想出来玩吗？没关系的，别害羞。Hello。你真可爱。你肚子饿吗？来试试这些瓜子。吃吧。不要，你不喜欢吗？好吧，那我吃吧。不错嘛，还挺
挺好吃的呢。Hello， 小甜心，你都适应了吗？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快昏倒了。食物，现在就要。那个给我。嘿，瓜子跑哪去了？谢谢。这还差不多。哦，真不敢相信，我差点吃了。嗨，独角兽先生，你真漂亮。慢慢来，安静点。什么声音？啊，是我弄的。好，继续上工。别动，别说话。你肯定值很多赎金的。好重哦。亲爱的，该起床了。我的小宝贝不见了。Hello。你女儿就在我们手上，今天最好收到赎金，否则我们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要什么？要我松绑你？很烦哎。好了，你最好别乱来啊。好了，你别再吵了。他们把我的小公主带走了。啊！亲爱的，怎么回事？她不见了，他们要赎金，他们刚打来，还威胁说要伤害我们的宝贝。我们得赶快付钱，他一定吓坏了，快做点什么吧。别担心，家里肯定有些零钱的。好了，轮到你检查了。嘴巴打开。你在干嘛啦？被你弄瞎了啦。好啊，这应该是我皮夹里所有的钱了。快点。这颜色真漂亮，很适合你耶。等下我的伙伴们一定会笑死。我应该转行抢劫银行才对啊。看来他不喜欢指甲油。快去赎回我们的宝贝吧。快点，爸爸妈妈来了。什么？你得全部都吃光哦。拜托你们把他带走吧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超担心的。哦，我还有这个。这只会痛哦。不，不要啊。生日快乐，我们有礼物给你哦。快点拿进来。好哦，不准偷看。好了，你可以打开眼睛了。哦哦，哇哦，是个娃娃，太棒了。谢谢妈咪，我超爱的。别忘了遥控器哦。好好玩吧，试试看呢。真是太兴奋了，开始了。我是亮晶晶公主，交个朋友吧。好逼真哦。哦，好啊，握手很大力呢，你叫他放手啊。抱歉妈妈，我还不太会控制。哦，真痛，很蠢哎，我要去做指甲了。让我再试一次。关机中。哦，好像按错了哎，要不然试试这个。哎呦喂呀，真好玩，应该没那么难控制吧？好极了，他在跳舞呢，来狂欢吧！弄坏了吗？真是糟糕，得销毁证据才行。把这个放这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完成充电。从来没看过金色的 Poppy 呢，那是什么？欢迎来到你的新家，我们带了一个妹妹给你呢。好奇怪哦。哦，我一直都想要有个妹妹，欢迎加入我们的家庭。这里有什么呢？哦，嗨，嘿，该为舞会投票了吗？我刚好知道谁会是舞会国王，我的笔在哪里呢？非常好，我绝对是最佳人选呢。总之呢，再见了。
哇哦，太梦幻了啦！哇哦，哎呀，那什么，该为舞会投票了吗？哦，就靠这旧东西啦。可恶，我就这支笔，但我有多的墨水。哎，如果有效的话，哎，不错哎，成功了，真赞呢！爱你哦。已经早上了，我整个睡死了我。我的脖子，我昨晚睡姿肯定很诡异啊！天哪，来人来人！有什么需要的呢？我的脖子超僵硬的，没有什么是按摩解决不了的。哦，真棒啊，感觉好多了。好了，够了够了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了。好吧，哦，这是我吗？哦，臭臭的，我需要支援。先生，您想要一支牙刷吗？我准备了五支给您。还真难选呢，那就选黄金的好了。很好，我有您最喜欢的牙膏，请笑一个。感觉真棒，快好了。哇哦，那谢谢。早餐，哦，你可以先走了，我吃饭不需要观众啊。现在几点了？睡得真棒。下回了。哎呦，肯定是熬到落枕什么的，但我能怎么样呢？我的牙刷怎么在那里啊？哎，那是头发吗？哎呦，好恶心哦，滚啦！哎，真希望我有牙膏，马上就有干净的口腔了。哦，我就怕这样，可恶！我需要用双手来挤，可恶，赶快出来啦！可恶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我看到了，对了，就是这样啦，我知道你在那里。有手指用，谁还用牙刷呢？来漱口了。哎，是我没缴水费吗？哦，讨厌。用我的水瓶呢，总比没有好了。完成啊，完美啊！我最好赶快准备了。哦，我天哪，我今天头发也太爆炸了吧 ！Hello， 来人呐，需要帮忙吗，利亚姆？怎么了？整个超失控的啦！别紧张，我来处理。准备好了，这个头发马上就会变成性感造型了。拿，认真的吗？这我不太确定啊，好像太油了呀。冷静点，我帮你换个造型哈，相信我的技术。拿，你喜欢吗？还是有点不太对劲儿哎。我是可以试点新东西了啊。我只需要一点点。哦耶，这肯定会很棒的。等着瞧了，这样子呢，头发就不会粘在脸上了。哎，有趣，我喜欢。但还没完哦，这可以让你的造型更突出，肯定会超酷的。相信我，把它们沿着你的发际线放。哇哦，超不同的呀！我喜欢，感谢你的服务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哥真帅啊！啊，我喜欢清洁日，真是舒压啊，还给了我时间思考呢。哦，不能忘了地板，你看这是不是超冥想的，用这个也超容易的完成。哦不，我的头发
一整个超失控的啦，我没时间处理了，或者来得及吗？开始吧，首先需要一条发带。好了，接着呢是头发，开始吧。真可爱耶，几乎一根手指也不需要用到呢。这才对嘛，小心了世界。好了，小乖乖，你上学的文具都在这，祝你上学开心，要乖哦。我会的，袋子破了，东西都掉在地上了。糟糕，小乖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我来处理。看看啊，肯定有什么我能用的。我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，当然，专属于你的全新背包。哇哦，这太棒了！好，我要去上学了，放学回家见。好啊，小姐，今天上学想要哪个包包？我要那个，有够无趣，而且已经退流行了。你还要紫色小包，还是要金子做的这个？好，我今天就想要用这个。选得好，艾玛小姐，请拿吧。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。哼，幸好搞定了。妈妈，你看，姐姐要办派对。天哪，看起来很有趣呢。可是我需要有东西穿，对吧？好主意，这边应该有什么可以用的？看看这是什么？好像是蓝色的，看起来是一件旧上衣，穿穿看。嗯，好了，隔身是个好的开始。不过上面的东西绝对要去掉。别动，拿我们可靠的吸尘器去除蜘蛛网。好，效果很好。转身，我要先后面，再一下下，然后，啊！把它关掉。嘿，等一下，这让我想到一个好主意。嗯，好啊，这里有发圈，来试试看。哦，我懂了，把它像这样放在吸尘器管子上，再用吸力整理头发，最后让发圈滑下来，很完美。我没绑过比这个更简单的双马尾了。耶，我觉得我可以参加派对了。妈妈，谢谢你帮忙，你最好了。好好玩呢。哦，等等，你忘了拿邀请卡。大家好，我来到派对了。哈 ，Annie 绑双马尾，Betty 也是，就连 Liam 也顶着两根。我绝对不随波逐流，我可是引领潮流的。喂，你是我的造型师，所以你得解决发型问题。好，我跟你派对见。幸好你来了。大家都绑双马尾哦，哇，你说的对，就我们不行。不过别担心，我有办法解决一切问题。只要从上面分出一区头发，再做几次，另一边也照着做。好，现在这样就很漂亮了。不过我还没有做完，还得加点闪亮的。真的，我要在分线上加宝石，太棒了！看来我可以正式加入派对了。不会吧，你看耶玛，她超美的。Liam，我说真的，你看看她。哦，耶玛的派对妆超赞的。不知道我能不能做类似的东西，我有这些糖果，只要稍微舔一下。哦，掉下来了。哦，看来那不适合我。嗯，我把东西放哪儿了？哎，老鼠。什么老鼠在家里？我的天哪！哦，我的上衣在这。哦，臭老鼠把它毁了，上面被咬了一个大洞了。妈，小乖，没事吧？老鼠吓到你了吗？没有，可是它毁了我最爱的红色上衣。天哪，确实是好大的一个洞。哈，但也许我可以无中生有啊。嗯，我们有个大洞，这个得解决。就这样，只要剪掉就没了。现在要来处理剩下的部分。不过我得多剪几刀，别担心，没事的。我要沿着领边剪，把它也剪下来。好，我要沿着上衣中间剪下来，不过只剪前面，后面不剪。把边缘这样往上折，缝个皱褶。别担心，这很简单，只要拉在一起，再把线穿过去。好了，只要绑在前面，你就有可爱短上衣了。哇，好吗？我觉得你会做的东西超厉害的。我好爱，谢谢。哦，还有呢，我可不想让你冷到。等一下，妈，披肩上面也有老鼠洞。那些蠢老鼠
哦，真的躲不过他们哈。那什么，老鼠，他跑了。什么？我把冰淇淋弄到上衣上了。啊，今天还能更惨吗？这下得换衣服了。嗯，看看吧，这些上衣感觉都不对。这边还有什么我可以穿的啊？谢天谢地，你在这里，真完美。我需要你帮忙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紧急状况。我看看这里有什么能用的。哦，这件印花丝质上衣呢？哦耶，这个不错。嘿，你丢歪了。哎呀，我是要帮你穿，不是椅子。没有关系，还有另一件也行得通哦。哎，别当工友了，我的美貌不止如此。不好意思，别担心啦，我还有闪耀美丽动人的。那我自己来穿吧。就这样，不会再有炫裤子或美工友了。这样可以，来，我想这样应该够了。谢了，下次见喽。哼，有够累的，他丢衣服居然这么不准。现在全都好多了，该上课了。就这样，放上这个可爱的气球装饰。好了，我来看看冰箱。瞧瞧吧，我知道我另外收了特餐啊，在这里。幸好我贴了标签，点蜡烛吧。嗯哼，Annie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一回事？专为我办的惊喜吗？当然，生日快乐，许个愿吧。耶，我等不及要吃生日甘蓝了。我先撕开一片叶子，来。嗯，很好。很新鲜哎，我要再吃一层。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！我真高兴你喜欢。哦，送我的。嗯，我想我可以来一点。哇哦，看看我这一颗甘蓝中心有什么？一整颗糖果，这是最棒的生日了。还是柳橙口味的，我知道是你最爱的。没错，来，更棒的是跟你分享。最后收尾的缎带装饰好了。嗯，我看看。不知道哎，他会喜欢吗？生日快乐，亲爱的 Emma， 你的蛋糕。什么？我讨厌这个蛋糕，根本不是我要的。哦，不行，你可以改良吧。我看可以怎么办？应该吧。也许我可以改成在上面放装饰。来，坐好了，而且极其美味。肯定是不一样了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哦，蛋糕上加杯子蛋糕，我很爱。我的牙！妈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哦，我的天哪！不不不，肯定有什么我们能做的。对了，他超级无敌爱新鲜水果。你肯定能用碗里的东西做点什么吧？对，当然，我毕竟是甜点师傅。我们常用的水果，事实上，饼干膜可以用来协助设计，运用在水果切片上，这样会格外特别。要是可以有星星跟花朵，谁还要无聊的水果啊？现在切好了，就可以装饰蛋糕了。幸好蛋糕上空间够把水果切片全摆上。蛋糕完成，好了，你觉得嘞？做得好，这肯定是蛋糕界的杰作。亲爱的 Emma， 生日快乐！这是你的蛋糕。哇哦，我爱蛋糕，也爱新鲜水果。嗯，这个真好吃。啊，我的完美寿星值得最好的，生日快乐！哼，我准备好开始上课了。嘿，那些是我的铅笔，糟糕，全压扁了，这太夸张了，这样我要怎么摆得整齐？哦，那是我踩到的吗？哎呦，最好把我的马克笔跟书写工具拿出来吧。这些应该够我撑一天了。再来是笔记本跟资料夹。也许可以放回去这里。我的天哪，他看起来真可悲。也许我可以帮他一把。嘿，安妮，来，你今天上课可以用这些。让我用？真的吗？哇，真是谢谢你，艾玛。不客气。咦，你看这些文具好棒哦。我有个好点子。我要把橡皮筋从资料夹封面拉过去，这样橡皮筋就会固定住文具了。
你看，封面内侧甚至还能再放。哇哦，真的可以装很多，这样东西就能全部整齐又安全了。哦 ，Annie 做得好，谢谢，但没有你我是做不到的。该来上课了，真谢谢你 ，Emma。啊哈。好无聊哦，我不想玩这个了。我有个我们可以去探险的好主意，可以换成拿钱就好了吗？我不要蠢钞票，不好玩，我要自己去找刺激。啊，火车来了，该来探索不同的人生了。再会了，富家女 Miki， 我去的方向不需要你。嗯，这样不错，不错，少了几分。天哪，我痛恨扫地，真希望我有钱，有钱肯定有趣多了，而且更轻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，我要去追寻富裕人生。哇，今天外面真不错，哎，散起步来真享受。等一下，那个穷酸女生跟我长一样，肯定只是我的想象。哇哦，这地方就像超大的豪宅。嘿，那什么，好像有人放弃自己的身份证 ，Miki 哈，我应该能假扮成 Miki， 进去吧。哇哦，这里面还更大！老天鹅啊 ，Miki， 你穿这是什么？对哈，我肯定是 Miki， 这是我的证件，表明我的身份。你是怎样？怎么穿这些垃圾衣服？哇哦，你就这样给我钱？耶！我要去 shopping。我的天哪，他会到哪里去呢？我在这儿，我到处找你呢，我担心的要死。等等，你在跟我说话？还用说吗？来吧，小乖，我们进去了。哇哦，居然有这么多衣服哎！哦，那是什么？全身镜？不会吧，这是那种什么都会帮我用的内建助理。好啊，我来试这一套。Oh my god， 耶、yeah! ！而且完美合身。我来试试其他的哦。Oh wow， 这一套也很美。这位 Miki 很有品味嘛。又一套上身。哇哦，我这辈子没感觉这么富丽炫过。还有这些配件跟珠宝。好啊，我今天肯定要穿这个。哇，这里没多少衣服，穷人怎么过日子的？也许这里会有比较多可以穿的。这啥？这里的还更糟，怎么全都这么贫乏无聊？颜色烧钱呢？唉，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。那什么？哦，报纸，我来看广告。嘿，你看啊，超强造型师的广告。我这状况需要的就是这个了。快点打个电话，他肯定能帮我插个队。希望他来这里不用太久。好啊，我到了。你真是一团乱。我可能犯了个大错。对，错误就是你穿的东西。好了，我开工了，我能搞定的。这一切要全换掉。太多颜色跟你皮肤不搭了。来，我的另一组整套杰作。大家听着，我们要来揭晓新的时尚造型了。他来了，大家为他鼓鼓掌。没错，我穿这套很长。哦，你想要不一样的，那这套史莱姆组合呢？搭配宽松的裙子，太松垮垮吗？那来瞧瞧这套低调超宽松毛衣，搭配兔子风浴帽。对，我想塔可。啊，那什么？是什么吵醒我？等一下，有人在我房间，强盗，我要怎么办？要躲吗？那样我应该可以安然度过。等等，我才不要让他们这样拿走我的东西。我测试打人技巧的时候到了，只要让我再靠近一点点。哈、哎！哦，不不不不不！哈！我逮到你了，你这臭贼，想抢我？你手绑起来就什么也偷不了了吧？我很棒，扭转局势。等一下，出尘胆子！糟糕，我好像犯了大错。那根本不是盗贼，只是家事人员。我来帮你站起来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来，我帮你撕掉嘴上的胶带。我猜你想要拿回这个。太多松鼠了，不，他们偷我的坚果。啊，这怎么声音啊？我知道，我有听到什么。我好像应该查看一下，以防万一。我得偷偷摸摸溜进客厅。啊，什么？我的天哪，家里居然有强盗！这也太可笑了吧！糟糕，我被抓到了，请别开枪！我保证默默离开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。我的天哪，能想象有贼要从这里偷东西吗？我很久没有听过这么爆笑的事了。去啊，继续找，我还真有兴趣要看你找得到什么。随便啦，这里肯定有什么好东西的吧？啊，你开我玩笑吧？干脆小水壶也检查。没有，
大老远来这里为的是什么啊？你说的对，这里完全没有东西值得偷。对，我就讲没东西，我可不抱歉哦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你一定很穷哦。我觉得你可能过得比我还要糟。来，这我的糖果送你吧。啊，我的最爱，强盗，谢了。有一次我真的得击退一个大个头，他有大概两米高哎。啊，好像该起床了。哦，对，我发财了，小姐，我拿你的毛拖鞋来了，如果您要穿的话。啊，听起来很赞，好，谢谢，把拖鞋放我脚边就好。耶，柔软又温暖，我喜欢。好，接下来小姐，你的电动刷，卫生很重要。哦，谢谢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我猜是某种刷子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的。哦，哇，你看它会自己转。哦，我懂了，这肯定是亲耳朵用的。嗯，好啊。可是这其实是牙齿用的，配牙膏。记得叫我们订特殊金牙膏吗？这应该会让你的牙齿特别白哦。哦，我逗你的啦，我知道这是牙刷。哇哦，我从来不知道金子是薄荷味耶。好的，我的牙齿正式亮洁了，还格外干净，因为用金子刷过了。太多机器人，不够火腿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有点大声的刺耳尖叫还是什么的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牙刷？大家都是用这种牙膏哦。这只是某种黑色粉末，根本不是膏状的。我得把牙刷干净。我觉得这只是碳粉吧，木炭味道像土跟火。不过呢，至少我觉得牙齿干净了。我好像不该浪费这么闪亮的牙，该自拍一下。亲爱的，真高兴你醒了，我帮你拿早餐来了。哦，三明治早餐，真雅致，真谢谢你。你哪儿弄来这个的？哦，我现在蛮饿的，幸好我有零食。嗯，这个一定赞的，巧克力跟椰子。哇哦，真的很好吃，可是我全吃掉了，肚子还是好饿哦，一条巧克力不够。等一下，我有钱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对，真高兴看到你拿我的零食来了，拿来。对，这些是我的最爱，我需要超大汤匙。哦，假如你那么饿，我还有零食哦。哇哦，你看这棒棒糖的尺寸。要是你还有巧克力，我也还有哦。其实我接下来要选棉花糖。哇哦，你真的磕掉所有垃圾食物哎。哦，我真的饱了，我从来没有吃饱过，感觉真赞。好哎，他们有我最爱的抹酱，我来舀一点出来。等等，就这样，里面没有了吗？我的天哪，空了！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哎，看来只要把这一点点尽量抹开了。这是我看过最伤心的面包了吧？你看我的伤心面包，没了抹酱，我还是个诗人。哦，蛮伤心的嘞。来，拿给我吧，我应该可以多刮一点出来。我觉得这边还有一点点。这样应该够你用了，我帮你涂在面包上吧。好多了，我不想再听到伤心的诗了。真谢谢你，你好厉害哦，终于有东西吃了。嗯，好好吃哦，不论有钱没钱，我可以整天吃这个，天天吃哦。啊，你知道吗，我有点想念旧生活了。我妈有想过我吗？有发现我离开了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刺激够了。我有阵子没看到妈妈了，我想她。哦，你看她美丽的头发。我不想独自发财。妈妈在唯一重要的事情上让我富有。妈，我回来了，你想我吗？哦，我不知道你离开了。哦，这样真好。我回来了，她在那边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哦。哦，这样真不错，我也爱你啊，小乖。哦，还有钱，这个我也想了。这论文一定不会及格吧？啊，我的肚子居然在咕咕叫，我吃点零食，没人会在意吧？还好昨晚的晚饭有剩。老师，嗯，
已经写完了吗？那给我吧。但是你的手沾满了油液，我所有的努力啊。快点松手吧 Rain。 好了，我的手好脏哦，不过很正常了，继续批改试卷吧。啊，我还是好饿，还有两个小时才到午饭耶。等等，我的发夹说不定会很有用哦。来吧小家伙，现在我就不会满手沾满油了，肚子也不会再发牢骚了，第一口的感觉最好了，而且我还可以继续批改试卷。哦天哪，那个机器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了，害我被降了十分。要吃点我的糖吗 Brain？ 嗯，太好了。哇，这好像不是糖果耶，我正努力一心多用啊，有必要吗？抱歉，随你了，至少这些没有掉在地上。嘿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很快黏黏的东西就会派上用场了。嗯，不过会很方便哦，把手给我，粘上双面胶带。好的，现在是最有趣的部分，再也不用伸手了，因为它们就在你的手臂上哦。完成。哇，谢谢，就像软糖熊机械手臂一样的，不知道我要多久才会吃完这些，好吃，真是太棒了。再来一口吧，我的小甜心，我自己可以吃了，谢谢。没什么能比得上巧克力冰激凌了，是吧？其实这是我买给自己的，想和我抢吗？给我，你不能直接拿走了啊！哦，天哪，他太猛了吧！给我，我还以为是场无休止的争斗呢。好了，现在你们一人一半。人类啊，哈，我们力量很大呢，是吧？现在我们都有自己的碗了。拜托，你真的很爱巧克力呢。几何题做的我都饿了。你好呀，零食。啊，可以给我点吗，老兄？哦，我也要一个，认真的吗？彩虹糖就是这样，你不得不把它们分享给大家，我自己一个都没拿到耶。还好我有备份。又来了，拿去吧朋友们，你们最好有洗手了。我的朋友们好贪心哦，这个我可不能再分享了。嘿，大家要去哪里？我的可乐呢？太荒谬了吧。不过没人在的时候就可以吃东西了。哦耶。哦，不要告诉我你想要我的香蕉，你自己都不带零食的吗？这里有根橡皮筋呢，看好了，看到这个了吗？将它向下滑动约三分之一的位置，然后像这样弹一下，然后下面再来几次，取下橡皮筋，剥开香蕉皮时就会看到该切哪里的记号了，不能多拿哦。明天谁带零食来呢？完美，哇，你真是位糕点师呢 Brain。 我可以吃吗？给你盘子，我要好好切一块下来，重点是切出完美的三角形，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呢。
哇，我的手有点发抖。稳住，稳住。哦，我的小宝贝，我就知道该由我切的，拿着。啊，比篮球还有弹力嘞！天哪，再次抱歉 ，Green， 我和蛋糕是有仇吗？我要哭了啦！其实这说不定是因祸得福哦。厨房夹子的把手本身就是完美的三角形，好好看着，完美的一块蛋糕。嘿，帮我切一块好吗？这里，蛋糕就要这样吃才对嘛。哇，真是睡了一个好觉呢。不，我的手机。哦，肯定很疼吧。这不算一个好的开始，吃早餐吧，快打开。当然会这样，希望 Brain 能把自己的霉运留在家里，不，还是一直跟着他呢。放过我吧。嘿，你好呀，可乐应该可以让我心情好起来，小心吸管。不，快回来，为什么我的手指这么粗呢？拜托啊，等等，我需要这个，相信我，套到瓶颈处，转几圈套过去，然后像这样放，这样就可以固定你的吸管了。你看啊，想要喝点吗？好呀，看到了吗？吸管再也不会乱跑了。三明治肯定超好吃，而且自带食物还可以省钱，只要把东西摆好。好了，进包包里去吧。希望我不会迟到。终于到午餐时间了。我是不小心坐到 DJ 桌了吗？有趣，食物快出来吧。三个小时前看起来不是这样的呀，这还是三明治吗？真扫兴，只能这样了。马上就好了。啊，我还没来得及吃呢。我再也不要自己做这个了啦。你觉得这些家伙会帮上忙吗？嘿，我知道了。CD 和贝果都是圆的，对吧？只需把贝果放在 CD 盒里就可以了，盖上盖子，完成。震动测试也通过了呢。谢谢了，男孩们。嗯，那东西真的有必要吗？我发誓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别再撒谎了。啊，被抓包了，我肯定要当掉了啦。进去吧。嗯，艰难的一天开始了，但是他忘了检查一个地方。傻瓜，看看我的宝贝长大了，么么哒。如果这些小孩能像他一样就好了。选我，拜托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拜托。你呢 ，Rain？ 我的宝贝，过来。认真的吗？他总是选 Brain。好的，老妈，我来了。不知道我知不知道这个？三乘二等于六，所以我猜答案是五，应该是吧？嗯，不对哦，真的吗？再加一个一，
哦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我可爱的小天才，给我的试卷签个名吧。哇，谢谢，么么哒。不敢相信我做到了，这个我可以习惯的哟。我现在加冕你为学校之王。耶，老妈是老师真是件好事呢。眼睛盯着试卷，谢天谢地，我有复习，我为什么要熬夜玩电玩啊？我要抓狂了啦。嘿，能帮帮我吗？ OK， 第一题是25，第二题65。有人在说悄悄话吗？那些作弊的小坏蛋，嘘，他们骗得过我吗？我必须换一个方法，我完全不用说话。啊哦，听话，不然就给你们打不及格。不好了，等等，我有一个超简单的方法。噗嘶，看我的手，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字母。我知道了。 OK， 第一题是什么？ A， 第二题呢？那边在干什么？我只是在试着放松自己了。 OK， 这个我可以接受。来，鸡犬，这些笔记好详尽哦。嗯，蓝莓味。 Brain， 怎么那么多糖果？请拿走。啊，欢乐时光结束了。干嘛了？你少管了，这两个背包太不一样了吧。拜拜，先去一下储物柜。没人在看吧？我只需一个东西。啊，哦，不好了， Betty， 没什么值得看的，不要再看了啦。 OK， 哦， Betty，你也很喜欢堆垃圾哦，哈哈，看到这个了吗？为什么不利用它呢？磁铁可以创造奇迹的，看到了吗？可以收纳不同的东西哦。现在一切都井井有条了，谢了 ，Brain， 我们走吧。啊，那东西去哪儿了？嘿，你有水吗？没问题，让我找一下。应该就在里面，小心点 ，Betty。太荒谬了吧！等等，再等一下下。你真的有带很多衣服呢？我就快找到了，我还有事哎。拜托。啊，认真的吗 ，Betty？ 找到了，下次试试这个。那一件 T 恤和胸罩。然后像这样盖好，把 T 恤折起来，然后像卷饼一样滚起来，最后拿一只袜子把里面翻出来，再把手伸进去抓住衣服，把一整个套在上面，这样就能好好包裹住，看看是不是更有条理了。而且你还能装更多东西呢，这才是厉害的背包小秘诀哦。快看，我要怎么感谢你呢？太聪明了吧。我们快去上课吧。把笔放下，试卷交上来。我什么都想不出来。啊，谢谢 Brain， 时间到了。哈，绝望的时刻需要极端的方法，只需几个字母就可以发送出重要的讯息，能猜到是什么吗？好的，完成。老师，给你，让我看看。哈哈，哦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
真让我开心。我现在就回复他，么么哒。这个怎么样呀？试卷批改好了 ，Rain， 真的吗？等等，那是 F 不及格吗？啊！今天是重要的一天，我知道我肯定能拿到 A 了。不知道 Betty 怎么样？啊，我的试卷好像在里面，拜托。我知道在里面的。老师，给你。干得好 ，Lily。你呢 ，Betty？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试卷吗？他经历了很多，嗯，不可接受。好好照顾你的东西。那家伙真是难以置信，我哪有时间管那些事了？哦，真讨厌，今天真是越过越糟。等等，我好像想到了什么，可以把这个旧薯片罐变成新的东西。一条丝带，像这样放在上面，完成后再加一个这个。最后呢，我的天文课试卷可不要小看包装的力量哦。完美，看他要如何抵挡这个的魔力。让我看看 Lily。 好的 Betty， 该你了。给你，这是你做的最好的一次了，超管用的呢，真是谢谢你哦。只要我一有时间就要补补妆啊。好了，反正我也没学到东西，我就用我的小镜子吧，这样低调多了。Betty， 死性不改呀你！是了，拿去吧。又没收了一个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太不公平了，你想跟我玩是吧？他看到了吗？嘿，不准用手机，交给我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来试试这个吧。如果你有一个小笔记本，可以在里面装一个小镜子，撕掉贴纸，然后把它粘到笔记本纸上，最好放在正中间。我太聪明了。口红还 OK 吗？当然 OK 了。我一直看着你的哦 ，Betty。没关系，笔记本是可以看的吧？是了，那快走吧，老师。好险！哦，天哪，这太难了吧？游戏还是功课呢？啊，哇！去做功课 ，Rain。不，老兄，去玩游戏。要做正确的选择。你真无聊。看招！你对他做了什么？看来可以玩游戏了，老兄。Brain， 你确定这是我的吗？怎么会是 F？ 我就知道应该好好复习的。哇，这是我这周的第三个 A 了耶，看到没？看看我，真是太完美了。不知道我需不需要补点口红的？哇，我怎么看起来像是你知道？不要笑了啦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又是我的小恶魔朋友啊，真是太好笑了。那么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只有凡人的课程而已。看到这个了吗？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。让我看看，看起来你拿的是 A 加哟。啪哒，哇！等等，你觉得我可以处理好这些吗 ？C，
A 还差不多，像魔法一样，是不是？看这个，现在谁才是聪明的那个呀？魔法世界好酷哦！啊？那位想去玩滑板吗？稍等片刻。不，那个不行。叮叮叮，可要好好保护我的头呢。我的滑板去哪里了？啊哈，放得好高哦。啊，拜托，差一点拿到了。不，把我的手弄得好痛哦。啊，因为被木屑刺到了啦，而且刺得好深哦。哎呦，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呢，我要怎么把它弄出来啊？嗨，嘿，看起来很糟糕呢，希望不会感染。要拉出来是吗？让我试看看。很痛耶，天使。好吧，完全不行呢。 OK， 那我停下来吧，实在是抱歉了。哦，太痛了吧。那是什么？嘿，你好呀，伤还没好哦，我们需要一点帮助，让我拿一下这根火柴。嘿，好的，还需要一个东西。没错，这个杯子很完美，不过我还没有可以点燃火柴的东西。快想想看，燃烧起来吧。好了，把杯子盖在火柴上，等火熄灭后迅速地把它盖在木屑上方。成功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就是那么厉害哦，看来我可以去玩滑板了。同学们好啊，啊，开始上课吧。看来我睡着了，测验时间到。不会吧，我昨晚都没复习耶。哎呀，我记不住这些了。叫你安静点 Brain。 抱歉抱歉，可以借我看看吗？快想想看，小恶魔老兄，测验要怎么办？没问题的，没问题，但是我该怎么办呢？贴上它吗？啊，别担心，我有个好点子。嘿，看这个。哇，我瞎了。首先撕掉 OK 绷上的贴纸，然后贴上小纸条，完美。现在把它贴到手背上，看起来不错吧。糟糕，可怜的老师被吓坏了。你们刚才在玩我吗？只要偷偷摸摸的，没人在看吧。完美。这卡纸好棒哦，是时候动起手来了。等等，怎么会这样？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做梦吧你。那我要怎么办呢？这个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哇，天使来帮我了。嗨，你看我的剪刀坏了。嗯，真是太糟糕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东西如何？句子有点太夸张了吧，你不觉得吗？不行啦，随便你。那这个呢？它们有点重哦。尺，
我要怎么用它们捡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把它们像这样放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像剪刀一样捡东西了。看，真的可以用眼。太好了，现在完美的形状就剪出来了。不错 Green， 谁现在还需要剪刀呢？介意我加入你吗？有点挤呢，是吧？我把这个放这里吧。好的，这部分很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我太喜欢科幻电影了。我现在想吃点咸的东西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你怎么这么奇怪？要是有多几只手就好了。我已经吃完了吗？你有很多爆米花呢，认真的吗？一边哭去吧。啊，那女生的胆子也太大了吧。啊，嘿，我们在看电影吗？怎么了老兄？正想吃我的小吃呢。哦，交给我吧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还有其他花样吗？我知道了。哇，真是个好帮手呢。放过我吧。嘿，好吧，这样不行了。我知道了。嗯，这不完全是我想那样了。帮帮我吧。好的，至少我们现在正对着电视了。我的魔法有点生疏了呢。这个怎么样呀？什么？为什么？现在你可以利用你的帽子了。用我的帽子？当然了，好主意，小恶魔，我帮你拿。现在爆米花就在我的嘴巴下面了，完美的距离，看起来很不错哦。我的，抱歉了。什么？这些吗？好的，很完美的设置呢。帮帮他吧。好了。哈？哇，拜拜。只是些不足为道的电影魔法了。嗯，你不害怕吗，小恶魔？恐怖片超好笑的，爱情剧才恐怖呢。什么？我很好，不用担心。不好了，现在该担心了。老妈在回家的路上了。哈？怎么这么乱？拜托，放纵一下吧。你很烦呢，气死我了。没办法，只能清理一下了。老妈如果看到，我就死定了。但是，嘿，我很擅长打扫呢。现在怎么办？我没有本地。扫进这里了。什么？才不要听你的呢。好的。纸飞机来了，太让人困扰了。他需要更强烈的东西，比如说胶带。怎么会有光？接住吧。胶带能怎样了？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在扫把上贴上双面胶带，这样就可以粘住垃圾了。来试看看吧。奇多，你们完蛋了。然后撕下来，扔进垃圾桶。我真是个扫地天才，爱你哦，我也爱你哦。
再画一条线，然后啊，糟糕 ，Rain， 嘿，我能借用你的卷笔刀吗？谢谢 ，Rain， 什么？我的书？这是一本小说，不错哦。好的。天哪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东西 ，Rain。又怎么了，艾拉？它是不是很可爱呀？是的，那是一只可爱的猫。好了吧？什么？它没见过猫吗？这堂课太无聊了。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年，不过是很好玩了。嘿，啊，哎呀，够了，该安静一下了，艾拉，这个应该就行了。嘿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一、二、三。现在我必须逃离这椅子。现在我拉。啊，这东西真的很强力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棘手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的发夹，这些东西很锋利，对吧？从中间刺它，来吧，穿过它。耶，成功了，多亏这小东西。啊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本书我永远也读不完了，我当时蹦，太棒了。数学课上竞争会变得很激烈，特别是做代数习题时。我知道这个 Brain 是五，下一题是我的。现在呢 X 是多少？太慢了，艾拉。嗯，竞争越来越激烈了，我知道，哈，认真的吗？我可是随时准备好了的。这太不公平了，我也要好好准备。这教室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太小了，来吧。我准备好了，我的时刻终于来了，我来回答。什么？他真的很努力，是吧？我没问题的。什么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抱歉了，你的手臂失去控制了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，虽然现在动弹不了了吧。嘿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已做了。老师，快想想办法。我知道了，用我的皮带，但是我必须先把这东西锯下来。好的，把它穿过塑料袋子，然后用它的力量来弄破它。准备好，我拉。耶，现在换另一侧。好的，耶，哈哈，腿是自由了，现在轮到手了。嗯，我的鞋带，解开两双鞋，然后将一根鞋带放在手腕之间。我必须能够用手指抓住它，然后和另一只鞋的鞋带绑在一起。不要忘了打双结。开始踩踏板，快，断开了，十分奏效呢。正好赶上下一个问题。其实。让给你了，让我看看。不要，好吧，那你来吧，艾拉。十一，真刺激。细胞的中心，细胞核。介意我看看吗？哇，你真的很懂的，快停下。这太不公平了，但是你在科学方面比我厉害呀。他怎么回事？他是要进来这里吗？
我必须保护好你。我要躲起来。我要怎么摆脱它呢？用这个防妖口套，完美，肯定能吓到它的。现在等着看好戏。 Brian， 我知道你在这里。等等， Brian 有狗吗？这个东西好大，那是什么？来吧，愤怒的吼叫。啊，那狗听起来很狂野，不敢相信它居然被骗到了。乖狗狗，它们真的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呢，是吧？我的任务完成了。那个保安终于走了吗？无人看管的保险箱是吧？我来了，没人看到吧？那东西是我的了，快到地上去，我要一击必胜。啊，拜托，好了，啊，我来了，继续了。哦，啊，老兄，你在看什么？好多了，我要有钱了，哈哈，只需要找到正确的点。耶，哇，好美哦。哈，抓到你了，小偷，快思考。哦，是吗？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老兄，你完蛋了，这个游戏糟透了。你现在能把这东西取下来了吗？我发誓，钥匙就在这里啊！我发誓，钥匙就在这里啊！别告诉我，你把它弄丢了。嗯，倒大霉了。嗯，这个有趣的游戏变真实了呢。没错，艾拉，你的发夹，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。如果你弄丢了钥匙，可以像这样折断它。现在将碎片弄弯，应该保持一条直线的样子，摇动一下，然后做几次后，好了，真的成功了。现在解开我的吧，刚才好险是吧？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被骗了。 Brian，天网恢恢呀。